来，阿姐鱼啊，朋友，剩下没什么好的鱼了，随便乱卖的。来，阿姐要的要，来，一条海乌龟，来，1000块，墨鱼1000块。 红珍珠1000块，要买的清仓1000块，黄鱼1000块，奶油喜欢你再买，台独再送给你1000块，打飞机啊，张一脚再送给你吃，哎呀，1000块，不要喜欢这一条再优待给你，哎呀，1000块就好了。还有，还没结束的，这三条拿回去鞭策你老公，来1000块就好，再送你，还不急呢，2包熬纯水冰块，蜜渗透水流结冰，耗时3天解冻，来1000块就好，来包过去啊。 立刻买单，来一样1000块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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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00块，再来1000块，再送给你1000块。鲈鱼，哪一个鲜的？鲈啊，没了，鱼饺，1000块，1000年，再送你2包熬煮的冰块，真的而已。 最重要的，这是最贵的，1000块就好。这一组，好，我们来过一下。这一组啊，原本是要外销日本的，但是。 船单来不及了，这一组哈留了一些在台湾，你知道它是什么吗？海瓜籽。牡蛎，我跟你讲，日语就是牡蛎，海瓜籽肉，这个帅哥你很厉害啊，随便乱猜的吗？你太随便了，这三条鱼送给你吃。这一组哈，海瓜籽肉，全青肉，我跟你讲哦，人家连锁大卖场，外销日本的，一包要卖你220块，这一组。 好剩没沙没壳没腥味，他不会说买回去拿来炒九层塔炒辣椒，海鲜面海鲜都拿来煮火锅，看到没？你要说连锁大卖场有在卖海瓜子肉，拿来煮意大利面都可以。我跟你讲，肉是 Q 的，它不是 软的，它是 Q 的，因为你要外销，品质如果不够，是会被打枪的。卖光一包200了，2包400，3包600，刚刚卖过一次，最后一次优待，有660块，还没朋友，我爸扣的，有喜欢，直接再送一包，500块就好，500块，还有吗？没有了。来，要吃的，一包100块就好，卖个1包2包，1包2包，知道吗？买一包不够吃，开2包刚好吃，来要吃几包买几包。 来，两包来谁？来那个小姐2包过来，2包，来2包过来，来2包过来，还有谁要吃的？100块，海瓜子肉，海瓜子肉，炒九层塔炒辣椒，海鲜面海鲜都煮火锅，都不来啊？几包过来，几包过来，几包过来，你们几包过来，你们不管，几包过来，我来吗？怎么了？没，还不得要？来，包过去，还有没有要？过来没吧？还回去吧？过来啊，过来。 2包吗？没有1包，这边2包。2包就好，1包。我跟你讲，买1包你会后悔，你买太少。还有谁要吃的？不然哈，换菜继续卖，换到你要买。这一组，好，年菜。这一组好吃，全鱼港只有我在卖。它叫做樱花虾米糕。这一组好吃哦，你知道一盒几个人吃吗？ 一盒4个人吃，一盒4到6个人吃，这一组哈，大卖场都有在卖，大卖场都有在卖，卖多少钱？加一个手提袋，一盒要卖多少？卖你480块。今天我跟你讲哦，先买回去，先试吃看看，我跟你讲，保证好吃。以下满满的米糕油饭，再加上鲜美的樱花虾做铺陈，回去蒸完以后，撒一点盐水上去，我跟你讲。 人家餐厅随便一个樱花虾米糕，要卖你980块，一台比花加，一模一样。你以为餐厅这么多师傅都会做樱花虾米糕？没有啊，卖光一盒450，400块都不要。爱家350块也不要，一盒250就好，剩下最后剩一盒250就好，樱花虾米糕。来吧，来吧，你要过来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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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过来
换菜继续卖，换到你要吗？好、哦。还有吗？来，猴头菇，身体欠安的朋友，哎呦，这一组啊、哦。
拿回去温补补你的身体，有吃素的可以吃，没有吃素的吃起来不像素啊。这一组十全大补猴头菇，报告，全渔港独家贩售，连锁大卖场有在卖，一盒360块，网络虾皮哦，我有挂商店，一盒卖你320块，买回去几个人吃？4到6个人吃，而且照片跟内容物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，不要说花你360、300块、280、250都不用，剩下最后6盒。要吃十全大补猴头菇的，一盒200块就要，两斤重的，今天打包过去。很棒，猴头菇的。要不要200块？十全猴头菇不是蚂蚁猴头菇，哪有没人要？你在掏纸巾，我以为你在掏钱，害我开心了一下。这样，来不？来，我才这球给你。害我白欢心一场，那好了，知道哈，你们不喜欢吃中药的，那我们吃这一组，最后一箱，这一组哈，回购率最高，来全一港，只有我在卖，它叫做麻油猴头菇，晚上很冷哦，回去补一下，一样。照片跟内容物一模一样，如果买到照片跟内容物不一样的，回来退钱都没有关系，一样一盒4到6个人吃。买回去如果觉得汤不够的话，你不要加水哦，因为加水会超生，你要加米酒，加热之后才不会坏掉。阿拉伯，我这么讲是因为你吃不完，它是4到6个人吃，一样。这一组不要说花你360、350、300块，280、250都不用，最后一箱麻油猴头菇一盒200块就要，这一组最好吃。200块啊！韩流，还有谁要吃的？200块，我都知道你要，你的眼睛都背叛你的心了。还有谁要吃的？爱不？能不能过来煮来？能不能过来跟你过来没有？麻油猴头菇呢？爱不？一盒真的不够吃，两盒刚好吃。还有谁？来，饭菜继续吗？好，俗话说得好，还有吗？确定一下，半箱，大干贝。俗话说得好哦，今天有吃大干贝，老公男朋友才会叫你小宝贝哦。来，一包里面10到12颗，买回去，拿来用煎的，拿来用烤的，拿来煮汤做佛跳墙、腿跳墙、狮子跳墙、狗急跳墙，阿拉用，阿拉二家怎么卖？外面大卖场有在卖，一样，一包是250块，里面剩下最后半箱，两包要花你500块，3包750，4包1000块，还没有你够，要清楚，剩下最后一箱半，1000块就要，直接再送一包，再起一包来，1000块就要，新年快乐，1000块就要，7包给你，1000块，包过去了。一样的，一包来，两包来，两包来，三包来，不讲了，四包来，五包来，六包来，一样的，七包来，1000块就好了，不浪费吗？1000块的，没人吃，没人买，不用。如果你要买一半的话，是3包哦，是3包哦，来不？我来，来，换这个，这个话哥，这一组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，很贵，高单价，有人知道里面什么东西吗？不要再红条了，不要再红木莲了，来高单价过年拜拜到心内，一斤都要800-900块了，白仓了，让台湾嫁出大威率的小白仓，让台湾嫁出大威率的小白仓。昨天我们摊位有人零称3只2300多块，3只2300多块，它不是尾巴短短的硬仓，也不是嘴巴翘翘的斗仓，它是正仓。我告诉你，1斤950块，全渔港你都问得到，而且越大只越贵，我这个算是标准规格的，拿来拜拜专用的白仓。阿拉伯还有吗？白仓呢？没有了。来，还有什么？来，一条、两条，弄短尾啊，3条，要花你2300多块，压缩2300，摇喜安2000块，今天我直接再送一条，2000块，这一条再优惠给你，我、哦、这么大只哦，哦，好大只，来。2000块就好，又来，还2000块，吃2000块你买不到，来放过去了，吃2000块哦，宝贝要吃，这好大只的，2000块，来要来2000块，来2000块，来大只的来2000块，过年超贵，要来2000块，要买的五只来2000块，你别买票，2000块，Q 大家好利，来2000块的，来又来，宝贝2000块一股，宝贝2000块两股，宝贝2000块两股嘛，宝贝2000块都不能买，不能买，不能买，太多了。
有没有小家庭的？领导冰箱上细卡，领导冰箱少，爱食几只花几只，一只四百好。来一只四百有没有？白汤哎，零钱准备好，零钱准备好，这一组后面有在卖哦，怎么卖？来篮子给我一下，随便抓一把。要一个牛奶瓶，要花你60块，又让你花60块，花50、40、30、20都不用。鲑鱼糖一份，10块钱就好。鲑鱼糖十块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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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卖怀疑，只扣你。我当然会找你。可以找钱吗？我会找啊，我当然会找。来，还有谁要鲑鱼汤？赶快啊！10块钱啊！你也只包括三银嘛？十块还可以用吗？可以用，可以啊，这还可以用哈。太久没有看过这一颗了，来，小魔女长，你们换回去了。来，100块钱来的，我，来找多少钱？90，找你90块。来找你90块，来另外一个100钱来的，来找多少钱？找你70块回来。算一下，来50块钱来的，来找啊，再找市长，找啥啥？可没关系，我有关系啊。来，你几个人买几份？那找你30块，另外一个50钱来的，没有了哈。找啊，这拿50块，20块，那你多少？20，坑位的哦，来，找你30块，我去拍背好拍起。给你，谢谢你，来彩铃，来10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个，你要把它当成10块找掉了。好，来21个客人，刚好拿上。几号？来，这个给我，跑去哪里了？卖了。哦，这个是刚刚的，刚刚上一波人家花钱买的石斑鱼的青肉片哦，没有买我的石斑，不要伸手乱，要不然你会下18层地狱。帮我放一下，帮我放一下。花钱买的，花钱买的，拍一张照片啦。人家刚才花钱买，人家买的。阿姨，你不是有买吗？它是石斑片，石斑片，鲟鱼，石斑片，石斑片不是鲟鱼。你刚才买的，没关系。没有买不要乱拿，会下18层地狱的。来，这一组哈，我问个问题就好。他是佛跳墙，他是佛跳墙。你帅哥，你要回去了。谢谢你。来，请问你相信照片跟内容物它是一样的吗？有没有人不相信的？有没有人不相信的？你不相信，照片跟内容物一样哦。哥哥，你们信吗？玻尿墙都没有人要不相信的，有没有不相信的？没有啊。那你相信它是一样的吗？不相信了，来，太好了，照片给我。如果说照片跟内容物一模一样的话，你愿意买2锅吗？你看，人与人之间最缺乏的就是信任两个字。你相信我就不会为难你了。来，这一组整锅满满的佛跳墙，照片跟内容物完全一模一样，完全可以拿去看，没关系，很重哦，拿起来看一下，掂量一下。来，照片跟内容物完全一模一样，完全一模一样。这一组啊，偷偷跟你们讲。这个照片去人家大卖场偷拍的，去大卖场偷拍的。它哦，原本是有一个盒子，一模一样，外包装贴在这里，加一个手提袋卖850块。这一组都直接跟工厂交货，没有华丽的包装，但是全部真材实料，里面满满的排骨跟猪脚。回去要煮的时候，外包装拆掉，换成保鲜膜。哦，然后中小火20分钟，不要加水，不要加料，要不然会满出来。其他地方加，加一个铁锅给你，卖过人家大卖场一盒卖850块、800块、700块都不用，不二价，因为这个6到8个人吃，满满都是料，它的是蒸干贝、蒸鲍鱼都在里面，要吃的，一锅
500块就好，要买再买。两锅900块，要的直接买下去，一锅500块，两锅900块，回去直接加热直接吃，不浪费吗？哎，想到真的很便宜，要不要？要买一锅。再一箱，还有谁要？一锅还两锅？一锅还两锅？一锅500，两锅900块，不浪费吗？一品干贝鲍鱼不料强，要不要？都不浪费强，不浪费不料。这组真的好吃的，没关系，换菜继续吧。要不要来一锅？拿两锅，来袋子，现在再来一个。来一锅500，两锅900块，来再一箱给我，再一箱给我。里面还有吗？里面剩多少？三箱啊，剩下三箱啊。还右边插一锅，好漂亮的，好大锅的啦，全部真材实料。一锅500，两锅900块，来要几锅？来一，来四个好，来一，来二，来三，这个有吃过回来哦，四锅，来三，来四，你看，剩下最后一锅，来500块一次，500块两次，来右边搬过去，来右边搬过去。你不要走来走去的，你赶快包一包。来，你一直走来走去干嘛？袋组，给你们猜一下，里面什么东西？他说贵不贵？说便宜不便宜？他是鱼，答对了，我请他吃鱼哦。我给你们提示，妈祖也生的超多。黄鱼来答对，哎，大哥恭喜你答对，妈做的是黄鱼啊，来，这细味千里讲，不用，野生黄鱼一夜干，都漂亮的，买回去拿来用煎的，拿来用烤的，拿来用炸的，拿来用清蒸煮汤，买回去一样，阿伯完可以拿来现吃一杯，太热还可以拿来扇。好，你看，卖工一条要花你450块，没有了剩一箱。东旭野两条900块，三条1350，不二价，来1000块就好。野生黄鱼叶干，直接再送一只，1000块就好。阿六来，4只1000块。阿六了，没有了哈。来，要吃几只买几只，不要说4只1000块，1只200块就好。200块来哦，200块，黄鱼的。还有谁要吃黄鱼叶干的？要几只？要三只？要几只？两只？还到底三只两只？三心二意，不知道要几只？来一只两只？三只的。还有谁要吃的？来，前面要几只？要一只哦，来。还有谁要的？黄鱼叶干超漂亮的，都没人要，全部人要被别人要。哇，来。喂，就假是哪里？没筷子，20几分啊，包起来。来，碰到定的话，卖阿公来。来，妹妹小心了、啊。来，放桌上，手就不会这么酸了。来，这个给你放。来，这个给你放，不要一直提着很累。来，你看我多么贴心。还有谁要放桌上的吗？